相信吗？麦克斯居然又把海莉的钥匙弄丢了。玉芬妮，我们最好快点找到他，不然我们就有大麻烦了。我不知道要从何找起。丁巴总是有好主意。丁巴，去把海莉的钥匙找出来。去吧，快去找。你真厉害啊，丁巴。我现在就把钥匙还给麦克斯，叫他把钥匙放在安全的地方。干得好，丁巴，不知道没有你我们该怎么办。成就使我跳高最厉害！嘿呀，哇！哦，跳跳，你需要贴膏药吗？哎，没事啦，米娅，我只是膝盖擦伤。是蒂娜和泰德。他们要去医院，走吧，米娅。你要来吗？不了，米娅，谢谢。我要练习竞速跳绳。我确定我把消防头盔放在这里的。嗨，艾比。嗨，艾比。你们好，要不要帮蒂娜充我的电池啊？好啊。我要去看看泰德在干嘛。艾玛丁，要不要帮我装医用包啊？哦，好啊，泰德。听诊器有了，消毒药膏和消毒湿纸巾，两个都有。贴布、纱布和绷带。这里贴布、纱布和绷带。你的电池电量很低，那么就替我把它充满吧。救护车是绝对不能停下来的。嘿，丁巴，你怎么没跟蒂芬妮在警察局呢？我想他只是来打招呼的。温度计有了，剪刀，全都有了。谢谢你的帮忙，马丁。我已经准备好行动了。哎，那是什么，丁巴？怎么了？我跌倒了，我的腿好痛哦！啊、哦！我们可能需要艾比帮忙哦。有紧急事件，蒂娜。我们
走吧。再见。再见。看到马丁。哦，糟糕，泰德忘了他的绷带。彼得，嘿，停车。怎么了吗？哦，泰德去出奇，但是他忘记带绷带了。我最好跟泰德确定一下，呼叫救护车人员，请回答。哦，你说对了，芭比，我的医用包里完全没有绷带。别担心，跳跳，艾比很快就来了。嗯，我们不能去医院拿绷带吗？门锁住了，钥匙在蒂娜那里。我们可以撕毛巾，应该可以充当绷带使用。不行，毛巾没有消毒。绷带必须非常干净才行，不然伤口可能会被感染的。蒂芬妮，有人在呼叫。艾比呼叫彼得，我们立刻需要帮忙。马上过去，艾比。我跟米娅可以搭便车吗？好，就此一次，因为事情很紧急。你能相信吗？我们居然在紧急事件当中出现爆胎。我得告诉米娅的妈妈，我们会晚到。尽快赶过去，同时跳跳要保暖，别让他的腿乱动。好，泰德，我尽量。哎呦，真的快痛死了！他们何时会到？别担心，跳跳，他们很快就会到了。谢谢你这么快赶来，彼得。城市广场上有一名伤员，我们没办法赶过去。彼得，如果能载我过去，我可以自行照顾伤员。别担心，泰德，上车吧。我留在这里帮蒂娜修轮胎。谢谢你，芭比。嗨，丁巴，看好我的包包。这是什么啊？别担心，跳跳，我马上就帮你包扎。啊，我们以为你没有绷带，你是在哪里找到的？在丁巴的笼子里。蒂芬妮，你应该检查一下他的笼子。等我把你包扎好，我要送你去医院照 X 光。哦，谢谢你，泰德。你们看我在丁巴的笼子里找到了什么？那是芭比的咖啡杯，还有巴尼的消防头盔。看来丁巴似乎在有城的各个地方收集宝物呢。